Please 走快点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计划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再继续我们的潘朵拉魔族哦。刚刚熊熊想不起来，那顺便跟各位报告一下哈，这个神话魔族呢，之前我不是说被拔掉了吗？果不其然的，他又恢复正常啦，但是来不及啦，我那恐龙都没去啊，太棒了，我的恐龙，神话魔族的恐龙都消失了。要再重抓其实蛮麻烦的。然而呢，我们现在已经有潘朵拉模组了，我觉得呢，神话模组我就暂时先不使用了，好不好？我怕他到时候又给鬼给拐啊。什么叫给鬼给拐啊？就是在那边假鬼假怪啊，就是古灵精怪的意思啊。又怕他古灵精怪又拔掉了啊，我什么东西都像是泼出了水收不回来了。那就觉得很懊恼，所以说呢，我今天我就不装这个神话模组了，我们就先来玩一下潘朵拉好了，因为我发觉这个潘朵拉的这个游戏性其实还不错啦，可塑性还 OK 啦，对啊，我们还有很多恐龙没有遇到呢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先玩潘朵拉好了，反正潘朵拉玩完再玩神话嘛，对不对？或许啦。或许那时候神话模组已经接近完整版了，就不会再移除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不用那么麻烦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说呢，今天不装神话，我们今天依旧是潘朵拉。然后呢，老头盖了一个这个东西，你以为这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它是什么呢？仓库，好，就这样，这么简单。不然你以为什么？召唤祭坛，想太多了，好不好？那待会呢，我想一下，老头之后有看到一些这个啦，奇怪的图鉴啦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啦。这个图鉴为什么它没有显示在哪里？这上面写说可制作于铁匠台，但是这个完全没有写是可以在哪里制作。其实我还蛮想要召唤看看的，但是好像没办法，没办法就算了。好，然后还有多一些像是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一样也是那个 SUICID 啊，那是什么鬼啊？完全不给做。没办法，我们就只能先去外面探索，看有没有什么物资可以搜刮，或者是找到一些奇怪的恐龙。我们就只能去外面了，因为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做了。那我想一下，我们的老鹰呢？在这里。我们的巨大阿根廷，来，阿根廷，我们走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充满潘朵拉的世界里面，到底多了什么奇形怪状的恐龙。我们稍微逛一下，不过奇形怪状，你看才刚讲而已。嘿，这边就有一只什么黄金甲，这只恐龙的形态就像是那个我忘记那叫什么了，在沙漠里面的沙漠的那一只会取水的那一只，它多少血量啊？我突然忘记它的名字了，要记的恐龙实在太多了。泰克，泰克什么？哇，这边又一只，这边是怎样啊？全部都蹦出来了，还有泰克三角龙，哇哦！这是为什么这个血只有2400而已啊？还好它应该是不会攻击我吧？可不可以喂食？它是野生的，它不能喂食哦。哎呦 ，What the hell？鱼鸟拿走我的果实，你是找死你！你真的是找死你！你在哪里？你给我过来！找死啊！哎，莫名其妙。他这个不能直接用那个吗？靠近驯服吗？不行，可以，可以。莫名其妙就抓到手了，可是他需要安。我们先把他带回家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把他带回家。虽然离家很近了，我觉得先把它传送走好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应付它。我们看一下前面还有三角龙。唯一会攻击的应该是前面那一只啊，可忘记那只叫什么了。很多那个焦土大陆的恐龙的名字我都忘记了。那这只三角龙应该蛮合群的吧？故意靠近它一下好了。好像都不会攻击。嗨，你好。全部都是喂食驯服，太棒了太棒了。哇，根本就是，哇，哦，
这看起来好像那个蜜袋鼯哦，但是又不是蜜袋鼯啊。然后这三角龙，哇，这三角龙是怎样？它的身体很小，然后但是头很大颗，哇，这是太酷了吧！这全部都要用鞍才可以骑乘哎。那我们先把它们全部带回去好了，通通都带回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下鞍。啊，忘记了，我居然把它收起来，难怪不能传送。再一次。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，你无声也白。好，我们先回家，往这边飞，应该是这里吧？哦，我看到了。哦，那只普罗米金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家里的地标了。只要看它在空中甩，空中抖动，哦，我们就知道在哪里了。还蛮方便的啦，我觉得，完全就是地标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笑死！弄巧成拙就是这样子来的啦，啊，莫名其妙变地标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们的鞍怎么做。我想一下，我们先来做一下三角龙好了。鞍，三角龙都是英文啦，所以说我们要稍微对一下。这一只是什么？这只应该是羽暴龙。这只应该是那个啦，脊背龙啊，啊，找到了，哦，都需要一个而已，还蛮好做的。哎呦，还有南方巨兽龙哦，这么屌啊！啊，后面这两个呢？哎，这两个好像是我们要做的，但是只要金属锭而已，这么的方便啊，好吧，应该是这两个不会错了吧？我们现在看一下三角龙好了。三角龙哥哥，您的安迪的这里，哇，先帮他点一下负重好了，我怕等一下上去他就被压死了。那、啊，哦呦，这是什么情形？月牙天冲，哦，这是什么情形？这个攻击也太吓人了吧！又一件是什么？嗯？地裂术吗？啊，没伤害。哇，那外表很帅，可是他左边那两把枪是怎样？他那个枪没有子弹可以发射啊！你搞他骗 ！Please 走快点！啊，270万，哈哈，啊，笑死！嘟一下270万。Hello， 小鱼儿，来试一下。啊，一样是270万。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先从哪一个开始啊？先从这一只好了，应该是他的，没有错吧？我来试。哦，哦，原来他有自带建筑啊，自带建筑功能。哎、欸，这个酷。但是呢，我用不到，抱歉。嘿嘿，我绝对用不到。会不会可以在这边制作那个潘多拉里面的 BOSS 的蓝图啊？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哎、欸？啊，想太多了，看起来非常的一般，要负重了。哇！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情形？他的右键也太有趣了吧！然后这个家伙，你看左键攻击，啊，是还蛮可爱的、啊，黑黑溜溜的。重点是他的右键攻击实在是太有趣了吧！哦，他跳的速度比走路还快、欸，用跳的好了。哇！其实我是一只青蛙，你们都会错意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右键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哇，会中毒。可是要瞄得很准，哎呦呦呦！要打下一滴而已，打不到，可恶，太小只不好瞄。啊，打到了，花被毒死了。好，看一下左键攻击，200多万哦，还行啊，也太好笑了吧！
他这个怎么右键攻击怎么变成那个无齿翼龙泰克版本的无齿翼龙？好好笑、哦，冲撞哎、欸！好，你就乖乖在这里不要动。啊，我们看一下这只金色的有什么功能。这只金色的没有错，就是给你的啦。啊，点一下，哇，居然还是没办法动。我身上带太多东西了啦，可以走了吧？他没有类似工作台的东西，血量也蛮普通的。那他到底能干嘛？右键 ，C 键，他会喝水。哦，他本来就会喝水啊。啊，不对啊，这只到底干嘛？他的储水量750，很正常啊。这只只是装逼用的、哦，好吧？那你就继续在这里喝水装逼吧。哦，他这只在焦土的功能是。它会携带水量在身上，因为在焦土这张地图呢，水资源是很缺乏的。然后你必须当时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必须驯服这一只啊，来增加你的那个饮水量，不然的话你会渴死啊。焦土必备就是这一只啊，啊，只是它现在到了这个世界里面啊，被改装成这个样子，也没什么特殊能力啊，那算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继续寻找其他新的恐龙吧。哦，然后结果居然在我们家的附近，在我们家外面就看到两只了。哦，实在是太酷了！这些应该全部都是用喂食的啦，他们不会主动攻击吧？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哦，不要看到我就受惊嘛、啊。算了，我先抓这一只好了。剑龙，哦，一下就起来了。这应该也是需要安，哎，可以直接骑乘啊、哦。负重了，可恶。去攻击一下这个嘟嘟鸟好了。攻击他的盗龙，快点！不是你啊，阿根廷！我本来想要叫他去攻击，说好可以点了。哦，终于可以移动了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我们那匹马人，那匹马人在那边啊。好，先不要理他。我现在看这一只啊，很帅气的钢铁剑龙。哇！机械感蛮带感的嘛，可是他现在下坡，所以看不太清楚原貌。哦，这边好多好多，右键、左键，啊、哦，普通的左键、C 键，哎，好，他也是装逼用的，什么功能都没有。右键没功能 ，C 键也没功能 ，X 键也没功能，啊、哦，还蛮带感的，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。颜色配色不错，还会发电，用爱发电嘛，对不对？我了，用爱发电。你还来哦，这小王八蛋！我差点射到那一只，你知道吗？他刚才偷了我什么东西？他把我那个给偷走了，哇、哦，吓死我了！好，你家再拿得回来，来驯服。哦，差点给他敲下去、欸，哎、欸、有了。又下雨了。这只独角兽看起来身上还被刺青哎、欸，龙魂哎、欸。啊，你是半藏吗？啊，你是不是半藏的后代啊？啊，可以直接骑。太重了。右键。哦，快乐踢。快乐踢，踢死了一只。啊，全部点负重。左键呢？普通咬击 ，C 键，哇！哈哈哈哈！等一下，哇呼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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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！哦，真的是吵死，终于安静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然后刚刚在找的时候，我遇到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迷你泰坦巨龙，迷你版的泰坦巨龙，哎，这个我也要抓，他会不会攻击我啊？应该是不会吧，直接前进驯服他，应该可以吧？不要晃了，哎，不能喂哦，哎，这只不能喂，哎，可以射晕吗？啊！救命啊！招惹不该惹的，快跑！
咬不咬得死啊？咬不死，也不能喂，也咬不死。迷你泰坦巨龙要怎么抓？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死要吓死人啊！这是什么鬼啊？他不会主动攻击吧？还好，这什么鬼生物？魔法鹦鹉吗？他会不会咬我？不会吧？不能喂食，还是说我要换这个来喂了？好像也不行哎、欸，还是你要改吃三项之力啊？还是你吃黄色的？因为它好像每个部位都有分啊，不是每一个恐龙都有分别喂食的那个道具啊。哦，布林在你的下盘了，为什么你完全不想理我呢？好吧，那喂三项之力给你好了。哎、欸，三项之力很好吃啊，看来也没任何反应。所以说这只到底是要击杀还是驯服呢？我看看会把它射晕好了。嗯，没射到。可恶，这家伙有中吗？好像没中的样子。哦，射不晕，先跑了。这是很危险的。啊、哦，他很生气，他咬不咬得死我啊？攻击！这家伙也是咬不死哎、欸！我的天啊！哇，这两只新的居然是咬不死的，哇，怎么驯服？要怎么驯服啊？那只泰坦巨龙去哪里了？还是我们要用原生抓来的恐龙去攻击它，才有办法打赢啊？哇塞！好吧，非常遗憾的，刚刚死掉之后呢，来不及做回档啊。哦，来不及做回档，所以说东西全部都不见了，哎，全部都要从头开始。哦，还好啦，不是恐龙不见就好了啦，身上道具几乎都不见了。然后我们这只阿根廷是新召唤出来的，哦，还颇弱的。还是说，你看又来了，我刚刚都死在这里，该死了。这只很扯哎、欸，前面那什么？哦，还有这只鸟。我们靠近它，它应该不会伤害我吧？我、哦、靠，这种感觉很恐怖哎、欸！哦，一样是右键放东西来喂食啊。这只没意外应该也是一样吧？没错没错。好，大成功，然后可以把它捡起来，可不可以骑乘？可以骑。等一下，把它捡起来是怎样？哇！哈哈哈！这样不太好吧，大哥，这样不太行。好，你还是下来吧。我觉得你骑乘还比较强哎、欸。呜，要跑了。哇，这个多少？点一下负重啊。哦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右键，左键 ，C 键。啊 ，C 键是干嘛？这个脚开这么开是怎么回事？要求啊，我准你脚这么开吗？重点是他这样子飞很鸟哎、欸，你可不可以正常一点，好不好？你的移动速度有这么的慢吗？你该不会连这只咬不死吧？有啦，400多万啦。这只是来干嘛的？来，这只是来闹了是不是？啊，它下面比较热，所以要那个稍微透心凉一下吗？要许我抓了你，真的也不知道干嘛，你没有任何作用，那我只好把你传回家了。再见。哦啊，那个泰坦巨龙，那一只迷你泰坦巨龙的话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抓了啦，我们到时候再说好不好？我们还有其他恐龙要去看的，负责看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个可以抓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拉着镰刀 ？Oh my gosh！第一次看到这鬼东西，是负的哎、欸！我攻击它，它会咬我。嗨，你好，我们初次见面，您过得好吗？啊，他可能是吃这个哦，我猜。要挟我。嗨，你好，没事的，不要杀我。我靠！哦，果然可以。哎、欸，入手嘞、欸！这个好恐怖哦！等一下，你们不要动，让我看一下你的真身。
对，它是用飘的哎、欸。你看，一颗眼睛，等一下它到底是什么鬼啊？它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我只知道拿一个巨大镰刀，然后有灵魂，那有魂体这样子。重点是它可以骑。哎、欸，它的移动速度就很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它的移动速度很像那个猿人走路的方式。然后我看到那边有个什么泰坦巴什么底的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我卡住了。这什么东西？怎么会有一辆野生的车子啊？那这个游戏野生的车子也可以驯服是不是？哦，也是可以的、啊。哦，吵死了，靠！野生车子可以驯服，太棒了！没有攻击力的野生车子，好吵哦 ！Oh my god, oh my god！你真的很吵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什么功能？哦，还有乘客座位，哦，还有什么放生？算了，我帮你带回家好了。太好笑了吧？他这建筑物居然把它当成生物来看待，还要驯服？哎、欸，传不走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传不走？这个桥，这个啊，这个这是物件，这是物件。这不是恐龙，所以传不走。好吧，那你就永远在那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猿人，我们还没有试他的招式。说，天啊，怎么越来越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啦？你看他这上面标示写猿人，连声音都是猿人。哦，还可以交配哦。哦，左键的声音。Kiss all 右键。他说什么？四五百里，哦，好屌、啊！哎、欸，那这次可以对付泰坦巨龙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他好像不能跳、欸，哎，我按空白键他就跳下来了。他这次不能跳，四五百里 ，his soul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啊，我们今天抓了非常非常多的恐龙，啊，应该已经不是说是恐龙了，已经是怪物了吧？好不好？这些怪物这实在太夸张啦，越改越凶啊。不过呢，我也是看得不亦乐乎啊，不知道各位看得爽不爽哈、啊？好吧，那么今天内容差不多到这了，我们之后会再抓更多的恐龙。啊，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有个订阅，右下角有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潘朵拉模组再见啦，拜拜。